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在我们观测太阳干影与太阳纸和观测器这个部分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实验步骤是地理方位的确定。那通常老师在太阳观测进行之前，建议先在这个观测地点事先标好地理方位。原因是因为小朋友手上所拿的这个指南针，它通常放在地板的楼层上面来进行测量的时候，会因为水泥钢筋里面含有磁性，因而影响到指南针的偏移，进而影响到观测的结果。所以建议教师在教学前应该进行事前的地理方位的确认。另外一方面，在学童进行仰角测量的时候，教师呢可以以这个适当的建筑物指标，让学童试着来进行仰角的辨识测量，来做一个预习的这个动作，来确认呢小朋友所制作的太阳仰角测量的这个测量角度是正确的，以免影响到事后太阳观测的结果。